那坑底的所在，我唔知。那这跟这处处都无关的，伊那底下再坑的遐个，再无一般咱同事拢是再放假遐个从啊等的。两年前失踪，就甲抬，就甲坑的内底，坑甲封起来，从啊撕了化。哎呀，唔过很条爱吵，表示这个桶子应该是密封的。哎，手对塑胶落啊，哦，伊是用桶啊底的，但是用塑胶落啊底这个蛋的桶啊，是不是安尼有密封的感觉？还好，有手来拿出来啊，安尼无密封啊。哇，看伊撕拉到什么程度了？啊，真正是啊，规身躯拢撕拉化，就可能完全就失踪了，就死啊。警方针对这一个案子，死者的身份是还没有确定，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，我知道各界都有一个预测，但是目前警方这边还没有确定死者的身份，所以这部分还在厘清，要等明天法医做相验，然后 DNA 进行比对之后，如果有新的进度再跟各位报告。现在死者有往那个失踪人口那边去那个方向去找，这部分我们也都有在比对。OK， 那目前有家属或是民众来就是认这位死者吗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。